有余此法门，闻一四句偈，此福德胜彼，况具足闻。佛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胡麻，以此胡麻树转轮王，若有人布施如是转轮王，不如布施一须陀洹。若施三千世界一切须陀洹，所得福德不如施一斯陀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斯陀含，不如施一阿那含。若施三千世界诸阿那含，不如布施一阿罗汉。若施三千世界诸阿罗汉，所得福德不如布施一辟支佛。若施三千世界诸辟支佛，所得福德不如施一菩提萨多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菩提萨多，不如于一如来所起清净心。若于三千大千世界诸如来所生清净心，不如凡夫闻此法门功德胜彼，何况书写、读诵、受持一切勇，况复有人以清净心意念此经。一切勇于意云何？唯有凡人能渡大海否？一切勇言，不也世尊。佛告一切勇于意云何？唯有凡夫以手一错能结海否？一切勇言，不也世尊。佛告一切勇要小法者亦复如是，不能听受如是法门。一切勇若不曾见十八亿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不能书写如是法门。若不曾见九十亿恒河沙诸如来者，不能闻此法门。若人曾见百千亿如来者，闻此法门不生诽谤。一切勇若有曾见百千亿恒河沙如来，闻此法门能生净信，起如实想，不生诽谤。一切勇听若有书此法门一四句偈，比过九十五亿千世界如阿弥陀国，比人佛土亦复如是。一切勇比诸众生寿命八万四千劫。一切勇若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诸众生摄使造五逆罪，教人随喜。若能听受一四句偈，所有罪业能令除灭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往昔有人破塔坏身，动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，杀害父母，作以身毁。我师今世后世之乐，当于恶道一劫受苦，生大愁忧，受大苦恼。一切勇如是之人，一切世人所共悟见，作如是言：此人施于世间出世间法，此众生于无量劫犹如蕉树，不能复生。譬如画堂，不以浇筑而作庄严，此人亦耳。今世后世所生之处，人皆轻贱打骂毁辱，不施饮食，彼受饥渴打骂苦恼，自意念言：我造逆罪破塔坏身，作是思维：我向何处，谁能救我？作如是念：我当入山自灭其身，无人救我。尔时彼人而说偈言：我造不善业，犹如蕉木柱，今世不庄严，他世亦如是。世内不庄严，在外亦如是。恶因造恶业，因之入恶道，后世受苦痛，不知住何处。诸天悉闻我悲泣啼哭声，无有救护者，必入于地狱。自作不善业，自受苦痛受，我无归依处，必受苦痛受。杀父母坏塔，我作五逆业，我登高山顶，自坠令碎灭，
是诸天告言：莫去愚痴人，莫作不善业，汝作多不善，作已经悔过，杀害自生命，必受地狱苦，寻疾堕于地，如被幽箭射，不以此精进，而得成佛道，不得菩萨道，不得声闻果，更起于精进。汝亦先圣山，广见大圣主，头面礼彼先，愿救苦众生，善作利益我，今步不安稳。先人闻告言：汝作暂时听，今步苦不安，当毁众恶业。先人告言：我未施汝时，汝可识之。愁忧苦恼，饥渴恐怖，世间无归。我施汝时，汝当识之，然后我当为汝说法，令汝罪业悉得消灭。彼时气已，须臾早首，扰先人矣。前面胡跪，先人问言：汝说作恶业。答先人言：我杀母、杀父、破塔、乱菩提萨多三昧，坏灭佛法。尔时先人告彼言：汝作不善，造思恶业，自作教人诸不善业，汝当忏悔。尔时彼人心惊惶怖，悲泣而言：谁救护我？我作恶业，必受苦报。尔时彼人长跪合掌而作誓言：我作恶业，自作教人，莫使我得不善之报，勿使受苦。愿大仙人当见救济，我为仙人常作童仆，所作不善，愿令消灭。尔时仙人未遇彼人：汝莫惶怖，吾当救汝，令汝轻报。汝今现前听法，汝曾闻僧伽吒法门否？白仙人言：我未曾闻。仙人言：火烧之人，谁能为其说法？为大悲者，乃能说耳。僧伽吒经卷一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生命电视公告，感谢十方大德长久以来对生命电视台的支持。因有线电视相关费用实在庞大，为将各界善心捐款制作更好的节目，达到圆满的运用，可利益更多的大众。生命电视台自2020年1月1日起，全面转换到中华电信 MOD 台频道703播出。生命电视网络直播、生命基金会 LINE at 手机直播等等。机上盒请电洽机上盒业者0939993996袁师兄。详情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或洽0398993190 0398993190。2012年10月，澳洲墨尔本动物解放组织超过80名成员在城市广场手捧各种动物的尸体，静静地为他们哀悼，主要让大众知道每年被屠杀的641只陆栖动物，以及2到3万亿海洋生物，人类责无旁贷。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秘鲁、智利都曾举办类似活动。
但在澳洲却是首次。活动负责人安德森表示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个物种就无视他们生存的渴望，也希望这场活动能唤醒更多人的悲心，一起保护动物，希望有一天生命将不再是利益的交换，而是爱的交流，人与万物共生共息，不再有误解和恐惧，世间和谐而美丽。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